觉得这样。别编了，你这么多人面你说这种假话，你骗谁呢？我有必要编吗？那时候我妈多严重你是自己知道的，陪我妈那段时间你认为我还会跟别的女人联系吗？既然你不爱我，你为什么当时对我那么好？我对你哪好了？我除了给你买东西之外，我为你干过什么？那我过生日的时候你是不是给我煮了炒肉面？我有一次想吃千骨粥，你是不是跑特别远的地方给我买？难道这些不是爱我吗？刘畅，我那根本不是爱你。第一，你做长寿面，我给你做长寿面，我朋友过生日我也会给他做长寿面。你想吃粥，那天晚上我也想吃粥。我告诉你刘畅，其实我真的，我只是当你是叔叔阿姨家一个孩子。其实我觉得我真挺对不起你的。对不起，周天诺，留住你。我以为你对我好是因为你爱我。我以为回来的时候你会看见我在这儿等着你，你就会知道我是最适合你的人，我还爱着你。可是呢，一切都是我以为吗？我不爱你，我真的不爱你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你，知道吗？我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，我真的不想每天起来，我看到的是一个我不爱的人了。